你小子他妈挺会藏啊！钱呢？哥，你在关键我几天？都他妈十几天了！你大老子是做慈善的？哥啊！三天，你再给我三天时间，都他妈怎么三天了？几个三天了？几个三天了？几个三天了？啊！ 三天，钱利息给你算上，是还不上，老子他妈弄死你！没事吧？谁呀？他们谁呀？ 你就是苏黎吧？各位有什么事儿吗？审查人欠我们钱，你来还。王刚刚不过是我的助理，助理你知道吗？说难听点就是保姆。你们会替你们保姆还钱吗？